哦，天哪！今天来到新竹这边之前，我是觉得历经了一番波折啊。虽然刚刚我们去吃了一间还不错的韩国料理，吃到饱，但是我是……啊，对，是说我现在已经到今天的旅馆了啦。它这个旅馆像是大概80年代的风格建筑吗？而且这间很大的缺点是说它的装潢老旧，还有一些霉菌斑驳。对，可是整体来说，今天一碗780元含早餐，然后它的空间算是还蛮大的，旁边有沙发、床，还有一间跟房间一样大的浴室。我不懂，它浴室这么大会干嘛啦？是说刚刚来这边之前，我有去南寮渔港钓鱼啊。哎呀！哎呦！啊，中鱼哇！谢谢啊！行啊，丁，这高追。那等一下，我想要休息一下，我们等等再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了新竹的虾唱钓虾场这里哦。之前我就有来过这间钓虾场看过了，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做钓。但是今天我特地为了各位来开箱这间钓虾场，是因为啊，它这间钓虾场，它在地有名的地方不是钓虾，只是说是它的热炒，还有 KTV 包厢。但是身为虾土豆频道，我们就是要把这边的钓虾介绍起来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现在已经走到2楼了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一边全都是包厢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我们来玩长短钩钓组吧。之前这个钓组，我记得我在直播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了吧？不过你们没有看过的话，现在再让你看看一次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我就量个水深，量完水深就准备开单做钓喽。要想开2个小时的单，2个小时，我们这边是采预收制。嗨，一次都是先预收3个小时，800块。哦，一次预收3个小时哦，好啊。没钓完的时间我们会再退。哎，好啊。来，谢谢。哦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已经开好单了吼。他这边开单是直接先跟你预收3个小时800元的费用，然后他们会付虾米啦。至于等一下要钓多久，我们就看钓况决定好了。不然通常我都是习惯钓2个小时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去做钓吧。来吧，孩子。
图标被拖走了呢。哎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结果第一只虾子是勾到的。诶诶，浮标沉下去了呢。哇哇，有，来孩子，来吧孩子。呼呼，诶诶诶，大功诶，大功诶。哦，呼呼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虾子是正吃还是勾到的呢。咦，结果它是勾到的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钓快半个小时，只钓了两只虾了。不过现在短边要做一个人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坐到中间好了啦。我把这个边角位置让给他钓了。哇，等了20分钟，终于又有讯号了。来吧，孩子。沉得很深哦，来吧孩子，沉得很深哦。有，来吧，慢慢起来，慢慢起来。哇，各位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大虾母哎，我觉得体型 OK 哎，那我看一下它吃什么饵哦。那今天是吃下钩的下钩饵，刚是钩豆饵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嘴巴里还含着豆饵。不要沉下去喽，来吧孩子。不、哦、有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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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浮标沉下去喽，行军虾，有，哎呦，对啊，他这次放的虾体型比较小哎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行军虾，但是这次的虾子体型比较小一点的。浮标被拖走了呢，那我们直接开枪好了。哇，有，吼吼，浮标沉下去咯，而且沉得还蛮稳的，那我们直接开箱看看说有没有虾吧。3、2、1，不、哦、有，孩子来吧，吼吼，正吃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他正吃后就不动了。哎、欸，是哦。现在是1个小时，还可以退费。好，那我可以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哦，好啊，好，麻烦你。那我单子给你吗？
麻烦你了，谢谢你了。OK 啦，我已经钓完一个小时300元的综合池了吼，那我们来算一下今天有多少虾吧。哇，我们现在有钓半桶虾耶，算说是个很小的玩具水桶了。那我们来算有几只虾吧。大虾一号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，有八只虾。那我用手秤来称一下有多重哦。哦，12两哎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我觉得今天这样钓一个小时12两，这个成绩算 OK 了。那等一下我把这些虾子料理料理，我们带回去配酒吃吧。我刚刚把所有的虾子拿去做待客料理，然后今天待客料理费用是250元。哎，这虾拌面它是底下有面，然后虾子是用炸过之后加上我们的特殊的香辣酱。哦，那我点这个。一个人吃不完啊？可以啦，可以，我吃得完的吧。好，那没问题啊，小事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就一次3到4人份的虾料理给你吃起来。它这个虾料理有一种很餐厅的麻辣味吗？把虾子咬下去的时候，会有一股接近不甜的宫保鸡丁的香味在嘴里散发开来。我先用这罐台虎的科梦脱单敬你们，记得未满18岁禁止饮酒啊！哇，敬你们！怎么这次的调味啤酒喝起来这么的诊所的感冒糖浆味道哦？OK 啦，现在我们把这个面拌一拌，来吃吃看，说辣虾面的面到底好不好吃啊？但是说如果不好吃的话，这一切就毁了。为什么它这个麻辣酱味道，我吃一吃越来越像？
哦，虾头的味道真棒啊！这就是泰国虾的魅力啊。我是想说，我现在把所有虾子都剥一剥，然后让它跟面拌在一起吃啊。我搅拌搅拌，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流满口水了，感觉好好吃哦。哦，这个 OK， 各位，虽然说这个面变得很油。但是你咬下去的瞬间，你嘴巴会散发着大红袍辣椒的滋味。给各位看一下，低油的炒面。现在我已经喝到有点醉了，哇！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去虾唱钓虾场的心得吧。我个人是感觉说，今天这样子钓一个小时300元的钓况，算还不错哎。如果各位有来这间钓虾场做钓的话，你们也不妨说可以请他们帮你代客料理。不过要不要请他代客就见仁见智了啦，就看你个人口味是如何的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